大家好，我是一位中文学习及中国文化爱好者，喜欢探索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接下来，我将挑战中文绕口令，展示我的口语技巧，请多多关注。男男家种兰花，男男家种南瓜，男男要用兰花换男男家的南瓜。兰兰不愿用南瓜换男男家的兰花。我们要学理化，他们要学理发。理化不是理发，理发不是理化。学会理化不会理发，学会理发不会理化。肉炒豆，豆炒肉，肉是肉，豆是豆。肉炒豆，肉里有豆，豆炒肉。豆里有肉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，十不能说成四，四也不能说成十。姓陈不能说成姓陈，姓陈不能说成姓陈。和睦是陈，耳东是陈。如果陈陈不分，就会认错人。人要是行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。要是不行，干一行不行一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。我的挑战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